答案哦。第一个就是说，这个地方我们要从这个焦点哦，到这个 A 焦点哦，到这个啊，这个有个焦点，先把它啊，这个焦点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标注的方式哦，然后对齐式，从这个焦点哦，特别是说是焦点哦，到哪里呢？到这个焦点，这边有个焦点。那如果说它不是出现那个焦点的形状，你就不要点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会有个答案哦，943175哈，没错的话可以把它删掉哈，不然到时候影响。再来的话，焦点 C 哈到四分点 D， 所以你要找到那个焦点在这边哈，那也一样就是标注里面对齐式，从这个焦点哈，这个点到哪里呢？到 D。D 的话四分点在这里，四分点，那我们可以强迫让它出来哈，强迫四分点这个点啊，点下去的话，655059，角度的话哈，所以它这个角度，那你会想说角度怎么求呢？特别注意就是说呢，这边我们可以画辅助线啊，如果说我们要想知道这个角度的话，可以这样子哈，在这边画。画一条线哦，这个地方可以在这里画一条到四分点啊，直接在四分点点一下。那角度部分的话呢，就是从啊这边还要再画一个零度，零度到哪里呢？零度就是这个横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画一个横线啊，也就从这一条零度线到这里是几度，所以你们可以标注这边有个角度嘛，对不对？从这一条零度一直标到这一条线。总共就是这个116啊，这没错哈、哦。就是说我们要画辅助线哦，辅助线，第一个是要画一个零度，再画一个接在一起的线，那这两条线啊、哦。再来的话呢，斜线面积，那斜线面积你可以用 GD 啊。那同学有想说，哎，老师，那剖面那个 H 那个斜线怎么做的哈、哦？特别注意就是说，你输入 H Enter。这个 H Enter 就是剖面线，那斜线的话，你在这边样本有没有就可以找到很多了哈、哦？你看你要哪一种斜线哦？你如果找到一模一样哦，就在底下这边嘛。哦，要一模一样的话，你找一下哦，这边很多个哈、哦。那斜线的部分，假设我找其中一个，要一模一样，可能要找一下哦。有的时候就是任意找一个，按确定，然后呢，再直接点选点这边点一下。我要的是这个啊，按 Enter 确定就可以，不一样啊，太多样式了，你们可以自己再挑挑看，就 H Enter 直接在这个里面去找了，这边蛮多的哈，那只是填一个颜色，所以不是那么重要，它主要是只是填一个面积上去哈。好了，以后的话，那我们就把这个面积上面的东西啊，通通把它怎么样呢？把它选取起来哦。那我比较建议你们是用那个 GD 的指令 ，GD Enter 啊 ，GD Enter。那再来的话，直接点按 Enter， 然后确定。那其实也是一样，只是填一个颜色上去。点它之后的话呢，你再去找到所谓的性质。性质里面呢，我们要面积嘛，所以性质里面呢，你就看一下，它这边帮你计算出来面积。面积的话就这一个602-5398，啊，所以答案是 B 没错哈、啊。那再来的话呢，要算一的夹角哈，弧一夹角啊，弧一在这边啊，所以一的话，其实你算任何一个其实都一样，因为它们都是复制出来的。那我们算这一个，那我们怎么算夹角呢？标注里面有个角度，那直接选第三个哈、啊，这边就有个夹角，112-8854，答案是 B 没错哈、哦。那最后的话，最外围的周长，那我前面有教过嘛，先把它框起来，之后的话，你要用矩形框起来之后 ，B O Enter， 然后点选点，在里面再点一下，它自动会帮我把外围的周长哦，把它框起来。那这时候会是一个聚合的状态，有没有？点它一下，再到性质里面看一下长度，506176217，答案是 A， 好，没错。如果说你求出来哈，都完全正确的话，那表示说呢，你这个地方就是完全正确哈，等于是你应该这个部分的这一题就
等于没有问题的，等于没有问题的。好，这里的话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。